穿上红色西装，当起人形立牌，疯狂发红包。光初一、初二两天，柯文哲就跑遍台北市27间公庙，和民众把干净、拼人气。但不止这样。Go go！ 第一题第一分。哎，市长不能跟我讲啊，讲就知道了。哦，原来是12个出口。台北市长这种题目。和幕僚学姐一起跟网红浩浩进行脑力大 PK， 不断夸赞自己多聪明，最后也顺利拿下第一名。虽然现在斗智 PK 赢了，但如果是要问鼎2020总统大选，柯文哲是否也有机会呢？捷运车厢内有几站会有日本的扰乱？有几站？哎，滴滴滴。啊，真的是滴！我又忍不住要称赞自己。真的？你讲一讲。我记得知道，他一定是游客要用力，他一定没有游客。观光客比较常去，观光客比较少，这个是智力的。命理专家点出关键，柯文哲面相虽然好，但真要问鼎总统大位，2020这一战恐怕很难赢。交友部分、用人部分稍有要带加成的空间，其他部分面相当然非常的好。命理专家总结一句，真要拼2020，柯文哲是叫好不叫座。究竟市长阿伯有没有总统命？羊刃陀螺冲猪年，2020其实是2019农历年的猪年的总统大选。整个运势来看的话，确实会遭遇到很多的考验。不止尽人事，或许还是得听天命。三立新闻黄大峰、周凯台北报道。